伊那叫做小池，小池哈，阮台南的跩美女呢，大家拢食哦，唱歌呢，谢谢。你那边敢那较少咧办迄个歌唱比赛啊？敢有？好像是，因为以前我会记得吼，我那大家有去看迄、那个，我都去看而已，不敢去参加哦、喔欸。因为参加有压力啊咧、哦欸，然后有去看的时阵哦，看哦、喔，迄得奖的拢是台南、高雄的。大家拢足够唱歌嘞，大家咧敢若食饱闲拢敢唱，啊不是，大家咧拢练歌练甲足厉害安尼啦，不是食饱闲闲拢爱唱，练歌，敢若拢一直唱歌，我那会枵呢，巴肚我那会枵呢，系啊，对，是咱查某囡仔嘛是啊吼，对台南来到只一点钟，有若开车敢无闻着食物件，哈，敢无填饱肚子？要来的时阵，要第一则是。这是第二名吼，吼第二个所在安尼吼。第一个所在就有食。第一个所在有食，然后第二个所在呢就开始枵啊吼，啊即摆等起的时阵还可以啊。无啦，开开玩笑啦，我是讲吼，在路途遮尔啊远啊，啊无就无你当时一点钟干呐开车呢嘛就无聊对无？听音乐啊，我当时听音乐无，因为开车无都搞规矩嘛，所以就有可能啊吃个面包啊还是。吃个零食安尼啊，吼、哦，然后拢会填饱肚子安尼。讲真嘞呢，我昨昏在唱歌，真正我那爱出足侪力嘞呢，我拢爱消耗足侪卡路里嘞。所以这体格不是，无真正真正不是凊彩有诶安尼吼，迄体格拢爱保持掉，你是为着要预防风台，准备叫飞起安尼。像你讲身体遮尔啊，因迄足瘦诶，迄种诶真正无好。迄风台来拢爱在揪一支安尼，我唱歌拢爱搁揪，搁伫遐飘。对啊，我拢飘安尼吼，像我拢飞袂走。对，厝嘛拢是啊，我拢嘛吼，即个唱。树头采哦栽，唔惊树尾做风台，对吧？所以哦，每一个人哦，这个漂亮的方式都无同款啦，然后水的所在都无同吼。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喜爱安尼啦，希望咱下暗间咱每一个好朋友对着咱的像中华艺术，今仔所讲安排节目，拢会当来满意吼。如果有更好多一点的需要改进嘛，请来宾呢，再卖小金卡直播，加行几脚步来帮指导一下吼。第三首是最精华。后来，号码写错了吗？对，号码老师号码写错了哈。最精华。对，你看，后尾来写，对，就甲千百同款安尼，差一毫就差到侪。你讲，我有对哦，结果去的时阵讲，无，你写唔对哦，号码安尼吼。所以迄个号码嘛爱写好足清楚安尼。你敢知影？搁报一届。号码，我写迄个号码，可能有些机子没有。哦，有的没有安尼吼。所以你来问老师买下来哦，老师拿。如果若无的时阵，你还甲阮讲一下，阮会使改啦吼。然后这个查某囡仔，干那看阮这个查某囡仔伊咧唱歌，你会知影讲这个歌路原来非常的广安尼，无一定限定干那迄几首歌，有诶查某囡仔是四首歌招聘被关起，哈，换一首了。好，最英勇，好来，无即马改最英勇吼，好来，这原来这随性的吼，好来，敢是安尼？不是，号码4026868，对，最英雄，好来，那天今晚来欢迎小池，都来接收最英雄，谢谢，来刚才一样，谢谢，耶。Thank you.
继续安排。